Hello，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恶龙老男孩。我的亲戚家里面有个电视机又坏了，让我去帮他看一下。我现在就去给他瞧一下。鸡毛老子黑，这翻译嘛，不是不是那箱子煮了，什么也干不了。翻一个三两五呢？翻个三两五，大意人家翻个。人家提前的时候那个。人家提前那两两，我是哪里人哦？你爸爸去中文吧？你哪去中文？录的学好了的？我也不好读了，是吧？那真是。要不然有问题，没事。我这个电话启动电阻。测这个电阻的时候，它就没有电，所以呢，可能是这个电阻坏了。把它拆下来看一下。如果测的这个有，然后这个时候没有，那也可能是下路或者上路都有可能。就是这东西坏了。出了，出了，我老子以前都没讲出来就来了。讲完那个启动那个少，启动电量少。你好，老师。哎，我这里快呀！我说我就是我的鸡，我说你要聊聊。你在这儿？你妈呀！你咋？他又走了呗。哎，这这小伙子叫我。嗯，好的。我叫啊。他走啊，他走啊，他走了。哎呦，我走了。我骑中法，也不是嘛，骑中法。我骑中法了，骑中法，骑的啥子？骑的好高啊！你可来，等着。中啊！你这是骑中啊？我们不耽误时间，你们耽误时间。没事，耽误时间。耽误这个腰差点。不是，他没功夫啊。那个是在老谷地呀，啊，没事儿。在老谷地，妈转了就上了，他妈转了就上了。你要是免收了，我转了七只。哎呀，我就七两五啊，真是。十二号价。十二号价。嗯，你这边得叫五万呢，一人十号。哦。还是老几的，这么多人家的，好。还是不是？还是那几个叫什么？我想睡觉。他说干嘛好几天三套五一千五的不是是那啥的情况啊就是有人不他不行不老子儿不修那我要当上你才能修他到了我当上你为什么还打了个电话八五还有别的东西是吧反正我这五上去了两个人呢我这是在这儿两个人你忙着我才五上去喂，老大，那你上来啊？上来，我走了。我走了，他走了。你起得早，我上了。我不来，喂，不走，你这边要上来，他走了。啥呀？你不是说晚上那个？没事，你几个啊？咱这不是前几天我们一块儿去的，你起得早。我这边。面，你好东西儿喂。这些儿啊，喂。要不要？
我烫热的，你看谁把他往那儿搁那个炉子边洗？我鸡巴就大啊！我呀，我这大人一上去了，你说这什么是北墙的？来，有啊，你不把北家咱洗，你看我这模样咋样的？妈的，看看看，天哪，乱糟糟。我的孩子儿来起了夜，写不下去，发了又。哦，我这个也是，这是你看，我心里是真激动，我心脏。好激动，写不中了呗。来不下腰子，快跑！下面怎么回事？你看你又怎么回事啊？这是。好好好。看你几千万，我的个天，你这。六十岁。你们走的吗？